당신의 삶은 안녕하십니까? 내 삶을 들여다보는 시간 이제 시작합니다. 嗨, 你好，我是红梅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我在韩国大邱向你问好。今晚要跟你分享的文章是 人生这辈子什么最好？ 有一个年轻人无助地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叹着气，旁边的老人听到就问年轻人：“小伙子，怎么了？”年轻人没有回答，反问老人：“老伯，您觉得 这辈子什么最好？老人轻笑着回答：“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，没房的时候觉得房子最好，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，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。人 永远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最好。说钱好，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；说房子好，房子也有带不走的一天。真正最好的，永远是无价的、珍贵的。健康的身体最好，真心的感情最好，心里 有个有你的人最好，每天有个问候你的人最好，活着的每一天最好。这辈子什么最好？在平常的话，相信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一样的答案。就像哪一种颜色最美，哪一种花最好看，每个人的答案 都不尽相同，但如果在特别的情况下，大部分的人的答案就会相同了。例如，在沙漠快渴死的人，最好的是水；快饿死的人，最好的不是财富，而是食物。当下最需要什么，什么就是你人生中最好的。 而人生每个阶段所需要的不尽相同，所以原以为拥有最好的，但当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时，当你的心变了，心中最好的事物也同样的跟着变。人不要去追求那什么是最好的、太过虚幻的事物，因为随着心的变化，最好的 也将跟着改变。唯有文中所言，健康的身体、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，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如果今天的文章带给了你心灵的安慰， 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好了，做个好梦吧，잘 자요。健康的身体，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，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健康的身体，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，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Thank you.
嗨，你好，我是红梅。今天你过得好吗？我在韩国大邱向你问好。今晚要跟你分享的文章是人生这辈子什么最好。有一个年轻人无助地坐在公园的椅子上叹着气，旁边的老人听到就问年轻人：小伙子，怎么了？年轻人没有回答，反问老人：老伯，您觉得这辈子什么最好？老人轻笑着回答：没钱的时候觉得钱最好，没房的时候觉得房子最好，生病的时候觉得健康最好，离别的时候觉得相聚最好。人永远弄不明白究竟什么最好。说钱好，钱也有买不到的东西；说房子好，房子也有带不走的一天。真正最好的永远是无价的、珍贵的。健康的身体最好，真心的感情最好，心里有个有你的人最好，每天有个问候你的人最好，活着的每一天最好。这辈子什么最好？再平常的话，相信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一样的答案。就像哪一种颜色最美，哪一种花最好看，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尽相同。但如果在特别的情况下，大部分的人的答案就会相同了。例如在沙漠快渴死的人，最好的是水；快饿死的人，最好的不是财富，而是食物。当下最需要什么，什么就是你人生中最好的。而人生每个阶段所需要的不尽相同，所以原以为拥有最好的，但当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时，当你的心变了，心中最好的事物也同样的跟着变。人不要去追求那什么是最好的太过虚幻的事物，因为随着心的变化，最好的也将跟着改变。唯有文中所言，健康的身体，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如果今天的文章带给了你心灵的安慰，希望分享给更多的人。好啦，做个好梦吧，加油加油。健康的身体，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健康的身体，真心的感情，才是这辈子永不改变的最好的。珍惜身边关心你的人以及你所爱的人，也珍惜活着的每一天。